召集珍珠控。台湾人爱吃珍珠，珍珠可以说是无所不在。没想到除了甜品里能看到珍珠外，现在居然连在热腾腾的火锅里都能看见珍珠的踪影了。 Tilda， 今天小编就要带大家来看看珍珠火锅的魅力啦。 Tilda， 这间位于台南玉思藏鲜奶茶专卖店推出了超浮夸的珍珠玉火锅，而且还有七种汤底，真的多到让人没办法做选择啊。 Tilda 来到这里当然不能错过麻奶瓜。 Tilda 麻辣搭上牛奶一点都不违和，一口喝下同时能品尝奶香和麻辣的口感，辣味也非常鲜明，非常适合嗜辣的朋友。 Tilda 而 Q 弹的珍珠完全融入在锅物中， Q 弹的嚼劲让整体的口感更增添层次，热爱牛奶锅的朋友绝对不能错过这锅帕马森起士牛奶锅。牛奶汤底的牛奶香气非常浓郁，再搭上超级疗愈的起司，真的太满足。 Tilda 接着再把满满的火锅料以及 Q 弹的珍珠加下去一起煮，完全就是幸福的滋味啊。 Tilda， 而且汤喝不够，店员还会直接提供整瓶温牛奶，再也不用怕加汤后味道会变淡啦。 Tilda另外，在饮品的部分也有火焰玉布雷奶茶、可可抹茶可以做选择。看看这厚厚的布雷奶盖，口感有点像是焦糖布丁的滋味，蚂蚁人一定会喜欢。